位观众请注意，为安全着想，请小心上落楼梯，切勿阻塞场馆通道。意思是你不小心上落楼梯 P 了 K 就会阻塞场馆通道，请勿在场内吸烟，请勿录音及录影，请勿用闪光灯摄影，即是不用闪光灯就 OK。在节目进行期间，请关掉闹表、无线电话，即是有线电话又 OK， 或全副机。到底有边个仲用紧全副机以及其他响闹装置？多谢合作。各位同志请注意，为国odlično. Lepo pozdravljeni, tole je bil uvod v tokratni Radio Live. Dame in gospodje, segrejte dlani za...各位同志请注意，为国家安全着想，请小心上落楼梯，切勿阻塞场馆通道，请勿在场内抽烟，请勿录音和录影，请勿用闪光灯拍照。在节目进行期间，请关掉闹表、手机、传呼机和其他响闹装置，多谢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your safety, please keep all the passenger way here and take care in use case. Smoking, festival photo, photography, recording, film, and not allowed in the pitch where of your alarm.Watch, mobile phone, and pager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call. 奖分给李晴贤，无记电视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响行主办无记电视冠名加油 Shell， 而其他最佳赞助商有以下呢啲：强行出品嘅有呢三条友，强行创作总监有呢条友，强行创作强行填词嘅有呢班友。大会统筹有呢女，导演助导有呢一男一女，哇咁多嘅，灯光提供，灯光设计，音响感，喂你读边度喂？视像总监、美术总监、助理美术总，喂慢少少得唔得啫？总之有份帮手搞呢坛嘢嘅，仲有佢哋，佢哋呢个慢少啫，同埋佢哋。仲有很多很多很多人为呢个分奖典礼出心出力，详情请睇翻长看。
时间，好想分给李承贤，无纪念字，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我是东方星，我是潘。大家坐好未啊？未坐好？坐好啦嘛！我哋立即嚟等下第一个环节，点人数。嗱，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会喺，就会而家开始同你哋点人数噶啦。咁今日。咁完場之前咧，我哋都會再點一次人數嘅。咁講真啦，最近都有啲危險，唔見咁一兩個就唔好啦，係嘛？冇錯啊！咁喺點緊人數嘅同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晚一晚會頒發多過3000多個獎項。嗱，大家睇一睇個表先啊，問一問佢，啲時間係又緊又臭噶。所以事不宜遲啦，即刻分發今晚第一。至到第2999個獎項，無記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最受無毛歡迎觀眾大獎，得獎者係你哋啊！係現場觀眾你哋啊！上嚟啦，係你哋啊！得啦，上嚟唔係話。佢真係上嚟㗎，我哋分到聽朝都未分完啊，所以呢，因為時間關係呢，喺各位同志入場嘅時候呢，我哋已經將個獎呢就分咗俾大家㗎啦。嗱，冇錯，就係你手上嗰啲啦吓，嗱，好珍貴㗎，再搵隻攋筆揮下嚟睇下先，揮嚟你邊睇。好珍貴啊，代揾啲啊，每一個都係用9999千足純金飾住做嘅。嗱，代揾啦嘛，代揾就唔好俾佢停啦，即刻分發今晚第3000個獎項。喂，等等啦，我哋落台睇下先。好，等我哋睇下，今日有邊個嚟咗先啊？喂，你嚟咗啊！你好，你好，你好，盧巧音，你好，你好。我好中意睇你套《獨家示愛》嘅，真係好好睇，好好睇。邊個？睇下先，仲有邊個咧？你好，小姐，你好。嗱，呢位小姐咧，有一種好特別嘅氣質，係其他後面嘅女觀眾冇嘅。冇錯，就係仙氣。最受毛毛歡迎觀眾大獎，得獎者是方建儀。哇哇滑的，恭喜曬，恭喜曬。嗱，講下得獎感受先。我估唔到可以攞第一個獎喎，同埋係仙氣大獎。我最近先上網查下仙氣究竟咩意思。原來是啊幾得意喎，嗰個出處。咁好開心攞第一個獎。咁亦都係好多謝白毛咯，當然係。咁亦都係好多謝何韻詩，因為咧就因為何韻詩咧喺一個嘅平台嗰度咧，可以俾到我，即係大家發掘到我原來係除咗報新聞之外，有另外一啲嘅專長。你知唔知等咗好多年㗎啦，等好多年先可以俾人發掘到出嚟，係，所以我捱咗好多年㗎啦，各位。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實至名歸啊！今日的頭3000個大獎咧，我哋已經頒發完畢噶啦，剩低過嚟最後17個大獎，每個獎都是真材實料，每位得獎者都是實至名歸。由呢一秒開始，真認真。大家好，我是崔健波阿 Mango。无记电视十大劲曲金曲，《
顧名思義，是由無忌音統署嚴選十首去年最受歡迎的勁曲金曲，公開內定，公平做馬，務求內定都定到最貼近民意，做馬都做到最有公信力。我哋而家由第十位開始，無忌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第十位。你又知道？其實唔係。繼續講，我等你講埋先。好啦，根據聖經記載，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根据我们港女圣经的记载是这样写的，爱是不用几耐就没恩慈，凡事坚控，凡事失控，凡事碰撞，凡事伤害，爱是永不止息，晒息个息，听到都痛。打者爱也，爱者勾下去了好吗？一首歌中十四巴港女同埋鬼谷七港女嘅爱情暴力美学作品，终身发舞曾正容。终身发舞作曲谢健，填词梁丽文，强行填词梁丽毛，主唱曾正容。嘅時候收到消息 ，Stephanie 咧，佢今日身體咧就唔係好舒服，所以咧佢今晚就嚟唔到現場啦。咁我哋喺呢度咧，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復啦。同時亦都有請佢唱片公司嘅同事代領呢個獎項嘅，有請奇人娛樂製作香港有限公司高級經理吳佩欣小姐。恭喜曬！咁啊，我代表鄭容多謝無忌電視同埋所有支持佢嘅網民，多謝。恭喜曬！以下呢一個人仲慘，一位警員，佢俾人襲擊，唔係，係俾人用個胸去襲擊，成件事就好似有一位手無寸鐵嘅劫匪，就咁樣用三隻手指衝入去銀行打劫，你知唔知成件事有幾咁危險，個傷害性有幾咁大啊？收埋先。在这段时间辛苦上你律师控罪人曾黄宗耀。控罪人作曲执田岸洋万，填词林夕，强行填词毛夕，主唱曾黄宗耀。恭喜晒，都是彩荣。首先梗係要多謝無忌電視啦，係啦，跟住多謝一百部，多謝大家繼續喺網上面支持我哋，我哋可以繼續做落去。好玩喎！頭先 rehearsal 嗰陣時咧，有歌詞嘅，好似卡拉 OK 咁嘅，可以一齊唱落去。应假比一个可以求助，无奈你竟扮无伤害我，我有意道错就我只好即刻还痛。为了要共影车请你来坐，谁料你竟扮无错，还用心口吉痛我，知了话我痛。都情恨未愈，话我非礼无道，欠你这么多。不想显得我太劣化，但我好惊偷偷顶住我。我最多把警棍，暂时就当不受我。
去躲。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試下學下羅麗威先，擺低個掌。香港人加油！或者是衝擊必須要願意，無奈我的憂患皮膚都配意，寧願悲惡有價廉，給你帶我信我鬧我作我作我等我一世事情已上了生活，我貓底都會見頭暈，問你翻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第八位。一般嚟讲，一个颁奖礼，如果分个奖俾亲生仔女嘅话，我唔系一定相当鼓噪。但如果好似呢位歌手咁，企唔直几都嗌。几好笑口，痛啦痛啦痛啦！好似佢咁，又有实力又有腰力，如果分翻个奖俾佢，相信大家唔会有异议啊嘛！一级自然歌曲《怨男怨爱》，有请主唱亲生女盘菜莹子。越南越爱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贤，强行填词张美毛，主唱盘菜莹子。恭喜晒！多谢多谢，系咪讲得奖感受啊？啊，第一次觉得你咁靓仔啊，崔健芒。还是都系第一次嘅。咁啊，循例啊，多谢无机电视，多谢一百毛，多谢埋白卷。是同埋多謝 Shell， 是哎呀多謝 Shell， 多謝老闆，多謝埋現場觀眾三面台，多謝曬，哎呀我冇諗過啊，咁係囉，呢個時候將台交俾你。好，欲来爆灯，你一只我拍肠仔不会惊镜头，拍到半磅，前途我流亡流尽，再有你的风光珠肩膊，冇勇气每日食白粥。总方向，定论什么？
怀到底，还是越癌越爱，就算请他默默嘴，吃肉我只会够慨，不要只比赛，再抬三只棍，猛扭膝盖，食菜，没力气点扭爆个台，像木村拓哉。我要与你喝有肉类的汤，我老细也没身份资格话为健康阻我吃蠢，只需知道就算病我当跌几步，无惧世为变改，还是越咬越爱，为何苦我再期待，真胆的面至少这一句被和未盖过了最近坊間流行一首歌，內容是講述一個男性顧問因為長期追逐同一隻女神顧問唱得10年，導致身心損失嚴重。你有咩睇法呢？大家係咪唔係好聽到佢講咩啊？哎呀，我啊聽到啊，不如等我複述俾大家聽好嘛？咁咧，啱啱咧，阿銀子彤咧，其實就話咧，近嚟坊間咧有一首歌咧就好流行嘅。咁咧個內容咧就係講一個男性股民咧就追逐咗同一隻嘅女神股份咧長達10年咁耐嘅，咁就導致到呢個身心受損啦。咁樣咧，佢就問我點睇嘅。咁我嘅睇法咧就係我建議呢一位病態投資者咧，其實咧佢就可以即係將眼光放遠啲啦。咁啊再等多10年。咁咧，喂，等10年唔係好耐啫，其實。咁其實咧就會有一個情況會出現啦，係咩情況呢？就係、是、嗰個女神股份咧就即係嗰個年齡會上升啦，咁啊導致嗰個市場價值又下降咯。咁咧就會咧出現咗一個情況、就是，就係即係叫逆向收購嘅，咁咧又或者係俗稱係翻兜咁樣啦。唱歌曲中女流心门真叶蕴仪，中女流心门作曲乐神，填词黄伟文，可能填词刘伟武，主唱真叶蕴仪。多谢迪神。
過一個音樂嘅獎項嘅，但係嗰個係兒歌。咁我諗你哋可能嗰陣時都未出世啦。咁到我而家係中女啦。咁有咁嘅機會，部機電視有機會我能夠企喺度攞到呢個獎，我多謝部機電視啦。多謝煮飯店啊，多謝 Shell， 多謝煮飯單位。我覺得呢首歌可以俾到我同埋好多嘅中女嘅一個鼓勵同埋鼓舞。多謝。好多人最近問我關於對二次創作點樣睇，我記得讀藝術嘅時候，我教授同我講就話，藝術同藝術文化其實同時代好有關係嘅。咁點解最近咁多二次創作都咁流行呢？因為佢同時代有關，因為大家都好欣賞大家嘅二次創作嘅歌，所以我覺得二次創作就係反映咗我哋而家嘅香港，係咪啊？多謝，再次多謝無記電視，多謝 Shell。在十年后奋斗，跟一个同学笑，我要深深抗造作十八周，很自知只一世食运全讲究，但二十年暗可快变成老年牛，每晚月下我跟提猫几时没有
再看看，你兜里流言系最旺，宁愿。演唱会，我哋成晚最好反应嘅歌，居然系《想搭粉》啦，证明咗有几 hit 啊！唔系，其实咧好多朋友问我哋咧，点解会唱呢只歌？系因为即系好似咧，即系啲搞鬼嘢同我哋两个冇乜关系。如果冇听我哋唱歌，以为我哋唱民歌嘅。系啊，咁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呢只歌好有意思嘅。点解有意思呢？我哋而家即系讲真话。同埋要真認真咁，頭先司儀講咁，我覺得咧，即係可以為香港嘅即係喜歡音樂嘅朋友去發聲係好重要嘅，係啊，因為我覺得真係而家真係香港樂壇其實要靠大家噶啦，要靠你哋嘅支持嘅，明白嗎？仲有因為呢隻歌咁轟動咧，令到佢哋真係要喐動，終於提高咗幾 cm 嘅限制咧，又俾你登記咗可以入到港鐵啦。啊！犀利啊！做到啲嘢啦，阿石。不過今日真係好感動，因為無記電視，我覺得香港人係需要無記電視嘅，係咪？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我睇到係咪喺 Facebook 度寫點樣搞呢個班分獎禮嘅時候咧，遇到好多嘅困難，揾 sponsor 成日俾人話咩嚟㗎，所以我哋再次俾多啲掌聲。Shell， 佢識貨啊！你知唔知啊？我第一次搞演唱會都喺呢個地方，都係遇到咁樣嘅問題。但喺人生裏面，我相信好多時候，我諗香港人都會遇到好多高高低低。當我哋低落嚟嘅時候，有啲時候係有朋友去扶一扶你，或者講一句説話。我哋好慶幸有一位好朋友喺我哋喺呢個樂壇裏面。其實我哋咧有啲人話低潮啦，其實我哋從來未試過高起上嚟嘅。
即係由頭到尾啦咁樣嚇。咁但係嗰個時候咧，呢位好朋友咧講咗一番説話，令到我哋繼續堅持落去。佢話：你知唔知道你無論做乜嘢，你都會有人中意你，有人唔中意你。你哋只管做好你自己本分，唱好你嘅歌。你唱歌是因为为了喜欢你的朋友而唱，不是为了不喜欢你的朋友而唱。我告诉你，很感动，在我们相隔22年后再拿奖的时候，这位朋友来了现场，这位好朋友来了，就是小凤姐徐小凤。我可以再講一次啊！係，我哋第一次02年喺醫館開演唱會，小鳳姐係買咗飛，然後坐喺場高睇我哋嘅。多謝小鳳姐，多謝曬。嗱，經常咧好多朋友咧成日都有請小鳳姐啦，好忙啊呢排，係好忙，成日都請佢。咁我哋今日不如為佢做翻啲嘢好唔好先？嗱，全場嘅觀眾，我哋一齊唱一唱。今次真係唱翻俾小鳳姐聽好唔好？我哋由副歌嚇，練練練彈琴啊！一，我清唱啦，一二三。一年你弹琴，一年你唱，我识个芬芳和喜洋洋，共同为圣洁歌为干杯人生，喜洋洋，洋溢四方。哇！小凤姐忙得滞，成日都要请佢啊。我哋貢獻翻啦，唱翻首歌俾佢聽。最後咧，我哋真係認真都要多謝一啲朋友，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再過22年後咧，應該冇乜機會嘅。係，趁呢次講咗先啦，唔知道有冇命啊？好嗱，我再一次多謝無記電視，多謝一百無啦嚇。亦都多謝我哋嘅父母啊，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栽培我哋學音樂。第一俾啲掌聲，多謝我哥，因為佢細細個已經係而家咁高嘅聲線。多謝我細佬。啊，唔係你知道我哋係兩兄弟嚟嘅嘛？其實真兄弟，亦都多謝我太太劉美娟啦、啊。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冇我哋第一次演唱會，冇亦都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演唱會。多謝所有支持我哋嘅朋友，所有我哋歌迷，都多謝所有支持無記電視朋友，多謝你。送俾大家上答很難。
信其實古則有四段斜長，怎麼辦？低飄不分難，還太大的野心沒收，我再無力歸還，還大奮強不難，盡情運定萬幾劫，保佑他我從來千限，得罪我好閒，做王宅春有責任給予貴賓。先于港产。Thank you， 想唱都好难噶。Thank you， 香港加油！大家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Now 嗰边去咗广告啊！大家一場同志啊，唔好講粗口啊！不過雖然係廣告時間，大家都唔好鼓噪啊，因為我已經為大家準備咗廣告時間嘅獨家精彩節目，係尊貴嘅你哋先有得睇咋。你知唔知嬲我班友睇緊乜嘢啊？睇緊阿姐 Orange 廚咧，個心嚟一嚟㗎咋。唔好咁多廢話好唔好啊！你知唔知廣告得三分鐘啊？咋？你啱你啱。嗱，時間緊迫啊，我都唔阻大家啦。我哋有請梁靚芬社區合唱團。大家都聽了很多次，兼看了很多次，那到底是多少次呢？聽不到你們說話啊。
几次啊？哎，唔理你哋啊！嗱，而家有个快速测试，好简单。我问问题，你哋识答嘅就大嗌个答案出嚟。OK？ 好，第一条喺嗰个 MV 入边，佢哋身上面嗰卷封箱胶纸系咩色嘅呢？我问紧颜色喎，咩话？系啊，哇！识答呢条起码睇咗十次啊，你哋。好，第二题。在那条走廊上面那个油桶是什么色的呢？那边都看了20次了，我想。好，最后一条，这条是真的难的，听着了。在那个片尾的字幕里面那个 S Director 是哪一个呢？刚才很大声，为什么不说话？不知道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哋都好記得有呢一位勞苦功高嘅 S Director， 因為我哋都睇咗50次以上啊！係你哋啦，上嚟啦 ，Evan Days。蘇家 Baby 作曲 Selina， 填詞 Selina， 恭喜曬，恭喜曬！主唱 Evan Days。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好，颁个奖俾你哋先。讲下得奖感受啊！哇，好重手呢个。系啊。梗系多谢 Shell 先啦，多谢 Shell。嗱，跟住咧，我要多谢大家。正眼啊！我哋跳成咁，你都支持我哋，系咪先？同埋多谢无记电视。講翻幾句啦，咁我講嘢唔係好清楚，所以嗰、那個首先咧要多謝 Shell 啦，同埋無記電視應該要多謝我哋三個，因為我哋咁都肯跳。不過唔緊要，我哋想講嘅嘢都寫曬喺首歌度，所以你哋留心歌詞。我要多謝我的 partner 東方星、吳嶺俊同埋我自己。準備一下先，好啦，咁喺呢一班騎呢怪準備緊嘅時候咧，我有翻個温馨提示送俾大家嘅。大家真係想睇，真係冇人想去廁所，想去廁所而家仲行得嘅喎。唔好後悔喎！哇！迪神，好，俾迪神著翻對鞋先。呢個時候你哋都可以諗清楚啊！你哋真係要留低啦嘛？好。使唔使我幫你啊？我 OK 嘅喎，女人之間唔好幫佢玩鞋。OK，sorry，OK，、okay, okay, 好，知道知道。但我真係好中意佢喎，摸下先。Yeah， 好，交台俾佢哋 ，FM Dex。
丑，怕你发现会太任性太牛。Oh, CYCY baby, CYCY baby, next time 请先找我针针。你咪再扮蟹，态度似小丑，最怕你有少少勇似只狼。CYCY baby, CYCY baby, 无脑嘅嘢咪说出口。沉闷如飞蚊般飞过，期待凡间都看一过。我要共叫 I help you， 要向世界告知 I'm ready make you cry。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恳请你说话要小心。当然信你系超然的人。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点解你爱人咁天真，真想说句 You are kind， 咪再咁蠢猪不蠢，天天都问假我爱你空气。带你见外国人最最减分，个个也说你无脑夹无能。CYCY baby, CYCY baby， 间间地感最激死我。好似我见你太闷太啰嗦，踢爆你牙角，说着你太傻。CYCY baby, CYCY baby， 出生一刻已经出错。沉闷如飞蚊般飞过，期待快交 pass con 一过。我要告叫 I tell you，要向世界告知 I'm ready make you cry。 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恳请你说话要小心。当然信你是超然的人，赖讲就沙尘，口哇哇感太似紧。 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点解你个人咁天真，真的想说句You are kind， 咪再当蠢猪不蠢，天天都笨搞我。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甜蜜脆弱我呕心，牵手变静着你才冷凝，我最挥霍真灵，简简单单已想可运。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点解你我仍咁天真，只想说句要慷慨，迷在暗尽处不准天天都不搞我。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小心，当然信你是超然的人，但讲就沙尘，口哇哇感太似紧。Don't be my sugar baby, my sugar baby， 点解你个人咁天真，真的想说句 You are kind， 咪再咁蠢猪不蠢，天天都怪搞我。收睇1月11号八点半左右新闻报道，我系黄惨莹。较早前泰国确诊一宗中东呼吸中级综合呼吸中东中级呼吸中东呼吸综合症，世卫表示呢一种新型嘅螺丝状病毒会令到患者疯狂食螺丝，其中以30至80岁嘅新闻主播为高危人士。不过佢又补充，如果平时唱多啲《遗憾》呢一首歌嘅话，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无记电视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第四位，中东语中真方言言，中东语中作曲伍乐成，填词林夕，曲系填词毛夕，主唱真方言言。多謝無記電視，同埋我細細個嘅時候跟我爸爸去揸車嘅時候都會去 Shell 入油嘅，多謝 Shell。同埋最重要多謝我爸爸媽媽，佢哋都喺現場嘅。你兩個喺邊啊？我睇唔到你哋啊！哎呀，我見到，多謝方三方太。